加基森，充满机遇的都市。加基森校园弥漫之间，加基森处处都有欺骗，枪声响，叮当叮叮当，荷包就鼓鼓囊囊。加基森从来没有底线，加基森哪儿都危险。消灭对手和帮助盟友，我们穿梭在街上。看看你的周围，坏蛋成堆，好戏就要上演了。这就是加基森。现在谁才是老大？大伙都过来，听好了。十二天的冬木节，七天时空树有力，十二座机欢庆，十一精灵助兴，十个雪人叮叮，九个天使欢鸣，八个英雄宴请，七个宝宝千金，六个僵尸姜饼，什么？五个僵尸大王，你敢跟我唱歌了？四只可可蛤蟆，三只糖果蜘蛛，两只软糖怪兽，一个大魔。嘿。但是我会阻止你，欢乐冬天送给你。我觉得这首歌太棒了。好的，各位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由网易暴雪联合主办，牛 TV 承办的炉石传说黄金总决赛的小组赛。2016年度成绩最优秀的24名炉石选手将会聚一堂，向31万人民币的赛事总奖金以及象征中国炉石赛事最高荣誉的500克纯金炉石发起冲击。欢迎各位玩家在黄金系列赛官网和各大直播平台暴雪游戏频道观赛。大家新年好，我是 Nami。我是陈潇，我是一剑夜行。那么今天的话是仍然是我们的CD 小组的两个小组的一个循环赛，那么现在的话是进行到了 C 组的比赛，接下去的话我们是由 Omega Zero 来对阵，他的对手是星辰。对，这也是这个 C 组今天的第二轮了。是的，那么我们看到 Omega Zero 的职业是牧师、盗贼、战士和萨满。他这边也是就是一个龙木带上三套这个就是这个海盗卡组。也是比较常规的几套卡组了。对，这边的话是星辰，他的职业好像是一样的吧。对，职业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卡组的性质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吧，比如说他的战士是一个海盗龙战。然后的话那谁最弱的好像是只是一个海盗战。对，对的。但是他这个海龙战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海盗体系也是非常的多。刚才有一盘也是这个把海盗体系全抓在手上。是，那但是也是非常有可能，就是没有龙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他们会互搬什么呢？这边搬的 Omega Zero 被搬的是牧师，星辰这边被搬的是萨满。为什么会搬他的这个牧师呢？因为就是这几套牌，其实在面对这个龙牧，尤其是这个萨满在，面对这个龙牧，包括可能这个海龙战面对龙牧的时候，都非常难打。还有他的盗贼是不带火车王这种斩杀的，他可能说强调战场嘛，如果说站不住，他可能说打不死一个牧师。对，都有可能嘛。是的，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星辰是被搬掉的是萨满，这个萨满的话我看到应该是一个中速萨吧。对，可能是星辰最弱，觉得他的内战可能会吃点亏这样的，所以说他把中速萨给搬掉了。第一局的话盗贼内战。这个1600的小野驹已经到手，而且他只带了一张闷棍和一张小野驹都抽到了。这个闷棍和小野驹在这个对局里应该是没什么用的，而且特别是星辰是一个先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说前期能闷一个大范的可能性。最多闷一个四飞的时候闷一个四五四，可能如果需要的话。这样的话就天然先亏一张牌。
但兴许后面有用呢，主要至少他一费有怪，然后四费有怪，我觉得至少就节奏能缓得下来，只要后面来蓝龙这种东西就无所谓了。对，本来说盗贼那战是由火车王的一方是占优势，但现在两个人都是不带火车王的，就是看谁能站得入场吧，而且两个人好像都不带隐藏。这边就好亏啊，就你拉出来的我还得自己上去。那这个地方要不那下了也被白吃，要不换掉冲掉冲个一吗？对，要不要冲一下这个一二，然后下这边两费赚刀砍你一刀，然后你砍的赚刀砍一刀，就是六血下去了，就比较痛。那你把这个一撞了他砍一刀，你两费赚个刀过了。嗯，好像是这个道理。他如果来背刺不就很亏，是不是？是，但是你背刺后面可以用啊。我觉得要不是撞一下这个一二算了，就反正都不带斩杀嘛，是吗？对，就卖六血就卖六血了。哦，硬币挂刀了，就是硬币挂刀能砍一刀。他可能觉得这样，如果说你赚刀了，我可以用一一去冲掉你，然后脸去砍掉那个一一。但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盗匪要晚一回合了。没有办法，他可能只是为了少吃点伤害吧。对，这样就是少吃了大概多少吃两血吧。而且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他两位可以是可以站住一个一二的。对，虽然说匕首耐久没了，他不能变成三二，但至少也是个场面。那这边应该是赚个刀了，不大可能贴冷血的。我贴冷血不是和赚刀一样吗？是啊，这刀不砍了吧。我觉得他下午很有可能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我觉得要不砍出来吧。他下午和可能是打刀扇是吧？直接过牌，留一刀吧，我觉得砍了也可以。因为他从他手牌来看的话，三费很有可能是打刀扇，倒是。对。因为他需要过一张盗墓匪劫，或者是至少能战斗出场的东西。那这边一加一。冲掉三一，砍掉一，那只能这么打了吧？嗯，再上一个。你说他会不会再考虑砍掉三一再赚刀啊？砍到三一再赚刀，然后下回的话一二加一二加冷三个一冲出来、啊、怎么样？因为你下回至少是一个五一战场，一个三二战场，可能更强势一点。这回的话你只能占一个一二，对吧？那这个硬币是不是白亏了？我想。砍了两刀嘛，怎么能说白亏呢？啊，对吧？果然。那这边能不能抽一个三费生物背刺？还可以，那就打个刀扇吧。我觉得刀扇是要打的。打的。啊，他选择砍了赚刀了，不打刀扇吗？那这样，其实我是觉得是要过牌去找盗墓匪贼蓝龙这种东西的，不然你四五费很空的话就很亏了。对，被四摸的有点晚，但还好其实。谁在那儿？那就刀扇砍掉，还是刀扇被，还是砍了吧。我觉得对吧，人家都卖了十三血了，你卖再卖个三血能咋地啊？这个背刺留着了，因为下回有蓝龙背刺。对，而且背刺可以配合加基森的呀。哎，这个至少来的不错。这个、不错。影袭也很不错，可以配合加基森刷牌的。还可以打伤害，而且也是个伤害。谢谢你。那就再卖五血。还好。摸个四一再发，我可能就招个闷棍了。闷棍，不行。我觉得肯定要，这肯定是下蓝龙。就蓝龙，蓝龙肯定是必下的。你看能不能抓到四一再发了？硬币没有用，没用，被刺砍了吧？那下回合就开启动了。但其实没有隐藏的，他启动估计也就是，如果说蓝龙解不掉，就是启动打硬币冷血嘛。如果蓝龙解了硬币隐形，对，这两张闷棍可能稍微有点那什么。哎、蓝龙，但是没有那什么。蓝龙硬币这个到这个一费，然后给一个四一代发，好像还可以。有没有别的打法？硬币加基森背刺吗？要不那就一不要不那什么吧，
先看一张，要不用 Infinite 先看一张怎么样？因为你蓝龙过的牌基本上都不可能解掉这张东西的。对。Infinite 这张牌倒是有可能去过一张刺骨，嗯，是吧？那直接可以打。对。不需要硬币的。那这边我估计要加一层硬币冷血。我觉得贴冷血会好一点。如果你抢八血的话是多少？剩八血。哎，或者我闷棍冷血隐袭好不好？哎，这个好像不错啊。我觉得闷了吧。冷血。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闷棍冷血会更好一点。对，他要把刀扇也打出去，想过牌，那就先过。过牌的话就没法打这几个了，因为你这个闷棍的扔上去之后，这个对方这个蓝龙基本上不可能再下来的啊。那就打闷棍吧，双硬币，哪怕下回刷牌也可以，双硬币打个冷血算了。闷棍、啊、闷棍冷血，闷棍冷血。而且你是一个十七血，对方是不带火车王的话，不战场的情况下，只能对吧？撑死了一个法强双刺骨是多少？十点，对吧？十点，对。加刀十一点，你还差六血呢。你这个八血抢下去的话，剩八血。他不会考虑硬币隐袭吧？硬币隐袭的话，冷血肯定更好一点啊。对。你隐袭的话，最多一会儿的话，少打一点输出而已。这冷血不贴的话，一会不战场的话，没有机会再贴了。是的。八血，刚才如果把这个隐袭和转刀打出来，其实就只有两血了。毒刃，毒刃，我估计他也得只能灭了，只能闷了。对，闷了打个一二。那这边加基森双硬币，或者说摸个刺骨就直接赢了。加一森硬币被刺掉三二刺骨连，然后下回就赢了。C 代发，那就刷了。那基本上不可能输了，对吧？你刷四张，对，刷不到这么多，基本上啊，他这是可以刷五张的，刷五张再刷不到一张刺骨，就有点过分，除非他没带是吧？哦，他还带了这张。对，对我刚才注意到了。先打 C 代发，先打影袭吧，影袭是一费的，但是如果说。他可能想 C 代发闷棍下这个二三，没有必要。其实这时候战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打伤害。军七，闷棍那先闷了，把三二给闷了吧。嗯，对，先刷。或者说他打影袭军七不太好，还是闷。我觉得真的，你如果说你闷棍过不来什么有效的东西，你就直接打影袭，然后直接转刀就行。你这个军七的两点伤害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得出去的。对，嗯，影袭之后你打的剩五，剩五转刀剩四，下回再砍一刀剩三。军旗剩一啊，被翻了。哎，被刺。他自己带把影旗的，他准备把军旗打出去，应该是。哦，他选择还是选择下二三了。收工了。在这个收集者沙库啊。就是他默认我能抢两点伤害。不不不，他是这么想的，你两点伤害的，他是确实是默认两点伤害。对，然后军旗四点。转刀。然后对方没有场，没有场的话，你没有东西闷怎么办？我这个一总有的呀，并送不掉啊。这边的话，他需要张四一代发，没有四一代发的话，怎么费都不够了。对。毒刃。毒刃再打一。被刺了，那就闷棍军七变脸。对，嗯，刺骨也来了。那蓝龙刺骨，怎么都赢了？这个都可以。冷血没用。嗯。那这样的话，星辰是在盗贼的内战当中啊，先下一城。对。这局主要是我觉得主要可能是 Zero 前期的话就是被那个他自己抓到那个一冲锋可能会稍微有点伤，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一直在战场下面一直在战场，可能前期卖血卖的有点顺嘛。对，而且四费五费蓝龙的节奏其实还蛮难受的，因为至少对方是没有蓝龙被刺解掉的，自己还蓝龙被刺解了个怪，战场踢了八血有点伤。嗯，下面的节奏一直是压着上面在打的。对，我觉得可能那个硬币有点值得商榷吧，就是你说的一费硬币赚到那个是吧。是的，那不管怎么样，现在的话星辰是一个一比零的领先，他还剩下的是一个海龙战和一个龙木。对，
感觉上是这个龙木应该是打，除了打盗贼，其他两个应该还可以，就是打这个萨满和这个战士。嗯，看一下他们的第二局，这边左手继续出这个盗贼。然后下面是一个海龙战，我觉得其实星辰就可以把下面的，除了暴乱其实都可以不留，我觉得都换掉去找海盗去吧。我觉得可以啊。对啊，你的海盗战打盗贼的胜率是非常高的，对，你就走海盗就走海打，盗路线对吧？对，有两种路线可以选对。择，选择海盗路线。他想留个龙。没有必要，你436上去的时候太晚了，我觉得，对。你就前期多抢点血，我觉得比较好。不过盗贼是个后手，而且骑手。很不错，我觉得。对。嗯。一费如果再能冲个海盗就更好对呀，冲个一二，然后把一出个一，把这个一给冲了。对。是的。下回硬币背刺大范。海龙战这边其实两费也没有事情做，对，需要要抓看一怎么个抽了。233。嗯。这边的话，星辰也是在算啊，不知道他在算什么呢？对方在算，对方下回一费，硬币是两费，再硬币是三费，三费能上个星期。哎，哎呦，他怎么两局都是？没事，这个一费也还行了，冲对至啊，少可以冲一个，对对啊，吧？你至少可以冲一个，嗯，总比抽不到好。嗯，那就冲了吧，背刺也对，没必要交，背刺下回可以配个军器，可以嗯，配个大范。是的。抽不到一费就空过了，这个至少还能还冲一能个。冲一个，对，还好还好。他这儿应该是不大可能。首先，我觉得他可能会排除掉硬币提刀这个选项呢。嗯。硬币提刀肯定是直接 pass 了。对，硬币是不可能交，在这会是不可能交的。我觉得，对。他只是可能是不是在考虑这个一到底要不要冲。还是冲了好一点。哎，这个海盗还不错，至少是个三二战场是吧？对，对，但是正好中了个大范，那没有办法呀。对的。我觉得刚才，哦，对，刚才如果说 Zero 在考虑对方两费上精灵龙的问题的话，留着那个配合刀砍掉精灵龙，但没有，但应该不是，因为它可以硬币军七掉精灵龙。对。这边就。配四硬币大范，背刺硬币大范是一个六杠六，或者摊一手，摊什么？转刀，转刀吗？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这个直接这出还是挺不错的。对啊，而且你下回的话，你可以上一，然后转刀，也可以裸上个军七，都不错。四费四五四，因为大一。上面是没斩杀的。对，这个六六的话没办法。暴乱狂撞一下，砍一刀，是不是还可以？就是你跟我换，你强就行没要了。对，换对吧？那我就卖12血呗。可以啊，就是如果说你敢踢我脸，你可是个4血的大范，4血大范下回要中我库卡龙了，你大乱，你暴乱解不掉不了，是，他这盘没有带库卡龙。是吗？对。那我觉得 Zero 要走脸了。那那就这只个能卖他应十二该血看了。到的就走脸了。不然我把你解了，还是个一血，不是很难受？你不带这边的话，好像不是带很多星辰，应该好像没带什么伤害，对吧？对，对的，他这边带的东西好多啊，海盗也带了好多，龙还带了一个死亡之翼。一败对一败吧，他前期全靠海盗在撑着，后面的话就开始拍龙了。这边暴乱撞一下，砍一刀，要砍这一刀的，不砍的话他要。不砍其实也可以，要不不砍了吧？万一被刺骨解了，有点尴尬。你确定对，不有砍点吗？痛，就是。不砍，不砍了，不砍了。万一被刺骨解了，是不是有点尴尬？如果你，但是如果不砍，对方贴个冷血啥的，贴个冷血啥和你下回再砍，就不是6血的事情了。对。这边，一费找个什么呢？一费找英雄打击怎么样？英雄打击不错，英雄打击应该是最好的了。除了英雄打击还能解掉，战士好像除了英雄打击没有办法解掉他这个连四斩四。杀都没有的，对，那这个六六怎么办啊？就靠脸啊。只能靠脸和这个四四换了呀。对。
首先这个一如果找不了英雄打击就不能上，因为你上的话，如果被对方镰刀砍的话，正好是武功可以换掉你大范，嗯，对吧？对。选择狠。那如果说你上一转刀的话，你就六五就得吃掉这个暴乱。对。那这样就少场血了。还行吧，你不带食尸鬼的话，你要去解掉我大范，你还得卖脸，就是少抢六血，但是我困住场了呀，而且下回我可以上那什么。浪费。那就砍了阿拉西。嗯。他沙漠河就是砍出这一刀，就说明他想杀阿拉西了。盗匪，那就再砍。没有被刺，没有。盗墓匪贼。那就再砍。谢谢你的遗产。这是不是可以那什么呀？先打个蓝龙看一下。蓝龙过个背刺是吗？哪有背刺啊？砍砍砍。这样要不要考虑砍一呀、啊？那你说不接了？对啊，也可以，对吧？你如果说你五四吃我，五四吃我三三，我下回再砍你。如果你不吃我，跟我蓝龙换了最好。如果不换，不吃我三三，我下回用那个三三去 buff 那个。这样就稍微有点怕蓝龙背刺啊，硬币双军七了，走脸了，这肯定是走脸了啊！他觉得稳重，他觉得跟一个海盗龙战，只要站住场就可以了。也可以，他就不能贪。这边三加三，六费只能三加三了。没有龙，只能三加三。哎，这个三加三其实还挺厉害的。至少从他的视角看，如果说对方手里的牌两张牌不是什么劫场牌的话，嗯，你是必须可以把这个场面换掉的。然后你手里再卡些硬币啊、四级带发呀、啊。这种没有用的牌，嗯，我后面拍馆长拍龙翻了，是不是？对，因为我肯定默认给你的这张战士牌是没用的，但是战士给了个爹是吧？对，盗贼被卡手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其实对，就是这种想法不是说是空想，是存在可能性的。我选择砍掉一个、啊、他觉得他这样的话是想下回再砍一个，那你这要吃个闷棍啥的不太好吧。嗯、哎、要不硬币刺骨吧，想直接解了走脸。想一下刺骨是多少伤害，刺骨是五是吧？刺骨是五的话，军七打六，军七两轮是六，对，然后加刀是七，但是他硬币可能，我觉得他不交的可能性是想被得给口爹，嗯，对吧？口爹硬币被刺，下回叫杀了，那就打一个馆长。那不打馆长打什么呢？馆长解一个三三，剩十一血。十一血的话，这边的话，紫罗兰刺骨砍掉，再替你四血，剩七血。下回的话，战争那么多场，然后加上猴爹，好像死了就对。但这边可以过龙，可以上四三六嘲讽。这边需要狗，狗到十费摸个死亡之翼是不是还可以？为什么他是一个偏战场偏强血的卡组会走到狗的路线上？那怎么办呢？其实我感觉他这个改完以后确实就有点狗的意思了。他可能是觉得走这样的海盗龙战可能在打就是那些中速卡组，中速卡组可能有点好一点吧。这样很容易没有龙的。他选择二加三吗？二加三的话就生吃这四点伤害吗？你下回还是没有龙的话，你只能上馆长呀，你四三六上不去的呀。他要装个甲。哦，他想装个甲。装个甲是十三血。你别看你现在是十二点闯攻，你也吓唬不了别人啊，人家知道你是没有斩杀的呀。对的。哎，闷棍了。还是要靠战甲。哎，或者硬币冲了也可以。紫罗兰硬币闷棍刺骨也还可以，都可以吧，这几个选择都还行。但这样闷棍他会不会想留给那什么呀？对，会不会想留一下这个？我觉得他会全打掉，因为下回合我就直接冲出来了，学习准备，就把场面铺到最大。都打掉的话场上会多两个怪，不跟你拖下去了。可以做好，那这一刀就没必要砍了，我觉得。对，这刀不砍，因为你下回基本上不可能赚刀，他再考虑要不要刺骨脸。刺哪？如果刺骨脸的话，刺脸还是刺怪？
刺骨脸可以的。刺骨脸剩多少血？剩四血。四血，你装个甲的话剩六血，装个甲剩六血的话，你是只能六费的话只能上一个墙，四三六的墙对吧？对。那你六血的墙的话，场面是两个蓝龙加刀换了，加两个一换，然后长弓是四点，加火蝶是八点，正好可以死的。其实可以刺骨脸。是 ，Zoro 也是比较稳啊。那就二加二加二吧，二加二加四。嗯。因为我觉得战甲没发赢啊，这个地方。那就是四加二，然后转个甲，下回合七转个甲，赌抽个死亡之翼，好像也还可以。主要他的回合数不够。对，他要是能活到十费来个死亡之翼的话，好像能。有点机会。其实如果说他现在是九费的话，上馆长去强摸一个死亡之翼，下回十费正好可以先上去，还有机会赌你手里没有伤害，对吧？对。但你现在是一个八费，你要下回再苟一轮，对方场控是。又不是白看，除非手里那张是硬币，对吧？手里是张战士牌啊，战士牌，战士牌，知道的，盾盟，对吧？默认废牌，对，你手里是一张盾盟，我就默认你手里是一张盾盟。最后和打这个不太好吧？我觉得四加二加转甲稍微好一点。好像我们拿到的基本上都是废牌，为什么选手拿到的都是这么好的牌？下三个。这边的话，火蝶冲锋死了吧？没有，嗯、六加上四九，正好死了。转甲不死。但是他如果想赢，从选手想赢的角度来说，这儿我觉得是不可能转甲的。对，只能这么打。对，因为这个火蝶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对的。我要去防你火蝶的话，我不如防你个血火，对吧？是的，那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Omega Zoro 是盗贼。扳回了一局，现在的话比分是一个一比一，双方选手的盗贼都已经跑掉了。那么现在 Omega Zoro 还剩下的是一个海盗战和一个青海萨，青玉萨。然后这边的话，星辰是海龙战和一个龙木。我觉得这个海龙战可能会背锅啊。对，可能会是Zero 的一个突破点。对。确实有点四不像的感觉，是的。但是他，我觉得选手愿意带出来，要么是对小组里的选手有做研究，觉得这块牌打他们比较好打，嗯、要么是因为他确实在天梯中测试过，或者好友测试过这块牌有强度的。是的，可能今天只是运气不深，发挥不佳。这个棋手他又不发棋子，好尴尬。三局了。回去就分了，我不带你了还不行吗？我要这样，我分了你去做个小野局，我可以带俩，是不是？我真的是连木三局啊！对啊、嗯、这三局我都看到了。不是，真的是好像每盘每次都是、啊、有一盘是直接在手里，其他都是右手第一张摸来的。对，盗贼第一局盗贼内战是换来的，好像。对，第一局是换来的。这边的话，他在考虑砍不砍吗？这边是不是考虑硬币一个不太舒服？对呀，怎么都不太舒服。其实，不过你可以，其实可以这么想：对方一费的刀没有砍，那么两费是不可能提小武器的，基本上是不可能提小武器的，对不对？如果说你硬币跳二二三，不怕是其实是不怕对方提小武器砍了你的。如果有小武器，应该对方这把三带九刀，应该小武器应该会戳出来的。我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我，我一定硬币二三，因为我怕我也右手第一张抓一个。我想，就早跳早好。他可能犹豫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手里的手牌费用可能偏高一点。偏高一点，但其实他是硬币二二，然后三四是可以接上的。对。一费两费的，两费两费的，三费三费，四费四费，五费再来蓝龙这种，对，就很舒服。或者来个喷火龙。有武器还是要换的。哎，这边摸了一个还不错，还正好可以，正好是那什么。哎，这样的话好像还不错啊，还能吃掉，而且吃完之后是个一血的。然后这边还没有办法，除非来个小武器，对吧？
化学为农，化学为农可以换，但是还是打了吧，占一个二是吧？对，不然你这个有点难受啊。哎，这边暴乱解不掉了，但是没，其实没什么大用。两个暴乱先丢一个，要不要先戳一刀？戳一刀，戳一刀没有库卡龙呀，且只有三费，不戳了吧？主要戳一刀的话，你下回可以震啊，你下回的话是可以一加三。可以一加三嘛，可以用那个，可以再戳另外一个，然后配个，或者说用这个小野驹冲另外一个，不然的话你下过的话只能是，如果说想接这个二的话，可能只是小野驹和刀来都得戳在这个二上面，对，就不能浪费攻击频率在别的怪上了。当然只不排除你用暴乱解的情况，如果用暴乱解的话就另当别论。可以戳一下吗？因为你如果说这时候从手牌来看的话，抢着一点血好像意义不是特别大，我觉得他如果想赢的话还是要靠战场能输出一两轮，就靠这两个暴乱狂了，对啊，其他还都不指望。他应该知道这海盗龙战前期至少在黑翼腐蛇之前他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接场，对吧？我想可以解，啊，而且还挺舒服的，而且升了还升了一攻是吧？对。不过有好有坏吧，至少他可以 buff 第二个暴乱了。这边可以冲掉。哎，这个升加三，这个升级来的好像有点让他起了别的心思的样子。那就三个暴乱砍了过了。这其实一可以冲的，因为你可以考虑对方不是冲了没有海盗了，冲了你考虑对方如果说用一费来接你的一冲锋的话是没有东西可以解的呀，对，或者说要么不用一费你再出个二三三对吧，对，那你只剩两费，两费就做不了别的事情了。其实这可以从心里默认这个一有可能是下坡是站得住的，对吧？要么你提刀你就要浪费两费，这样那就四三六，嗯，然后先下个墙被撞一撞，生个一血暴乱，难受的要死。这个四三六感觉没什么用，但是其他牌也没用。对，只能下这个了。最主要是生个暴乱，不管是几血，他没有办法解。从现在的手牌来看是没有办法解的。他这套牌就好像没有解，感觉。有喷火龙的，喷火龙还是有两个的。哦。那么现在好像除了刀和喷火龙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对，没有别的解了。死亡之翼啊，对，死亡之翼活到十费啊，这边就现在这个游戏还能活到十费吗？这边就升级砍一刀换了，然后多连，对吧？正好可以，而且头上还有个刀，还可以再上一三二，场面很强，对吧？下个库尔龙冲锋，对，这暴乱只要踢两脚我觉得就基本上稳了，对，是这暴乱踢不到就基本上输了，已经考虑 不用考虑对方暴乱的情况，那个黑腐蛇的情况了，对，而且不大可能去，我这个地方是只有这一种选择吧，其他选择你说保一个暴乱血量不好吧，就 你说你要浪费一个库尔龙，对，对，而且还要浪费武器，对，不太现实，武器没了，然后那个也是一二，对，就不是一三二了，这应该是只有这一种选择，嗯，而且还能保一个一，就场上四个怪，小武器，刀，哎，砍了吧，砍了暴乱，然后上个三三，砍了上个三二吧。三三上三二，你说精神龙是吗？对，你下回合可以海盗加那个什么升级是吗？对，嗯，可以打的还不想砍啊？这一定要砍啊！但是吃的伤害确实特别多，那没有办法。其实你就不砍的话，吃的伤害还要你就当吃了六血嘛。其实第一刀没第一脚没踢到脸上的呀。嗯、对。能解不错了，他在考虑的问题无非就是我上个金融是等于纯送，那你不送赚个甲，
好像也还可以。对啊，你其实赚个甲算了，其实可以不做，对吧？赚甲是两点输出，金鹰龙上去被刀砍了也是两点输出。但是你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金鹰龙的话，这个一二如果他没刀，他就是一二的。就是如果挂一把刀的话，哦、他还是三二。这是个问题。所以说还是下了吧，就当卖了算了。但如果有个很恶心的问题，就是他如果用三四吃的话，那没有办法呀。那至少骗了三点伤害。那但是问题，这个三一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的呀。对。就对方会用这种我一血的包乱能恶心你，你知道我这同理我会可以用一个一血的海盗去恶心你。对，因为知道你是没有解的，你这套牌。这个南海船长有点厉害。解好少，嗯，你就下了呗。下船长的话，用二冲锋换了。我觉得还是用脸啊。用脸的话，你那个刀没了呀。那还是拿这个吧，那个攻击力就降低了呀。对，这个换了挺舒服的，就一本来一攻的东西，对吧？而且我这回抢你八点，如果说你敢用脸去砍四三砍三三，你只剩下多少血了？只剩下十血了。哎，哦，黑衣服侍者来了，上一回合来就好多了。嗯，这回合可以解两个，然后死了。解两个的话降三血十血，场攻是多少？场攻是五点，哦，差一，差一，嗯，差一，下回再摸个四三六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那就喷吧，打那个肯定是死了，就没有从他的单视角来看，就是虽然说怎么打都不死，但是肯定要这回优先解场，场攻建立到最低。而且我觉得最弱很多牌都可以赢啊。对，最弱有小武器对吧，有凹金斧，凹金斧不行，凹金斧不行，要小武器大武器。那我觉得先冲锋冲出去。对，全走脸了肯定是。不不不，等等等等，这回走脸的话是，如果说这回是打六，打六的话加回武器，下回凹金斧的话是打十一对吧？对，嗯，然后如果这回提凹金斧的话，下回的话可以就是十点十加十四，但是你库瓦龙可以多站一轮。不不，还是这样全走两个。嗯，行，剩一血。打到一，就需要一个四三六。有吗？四三六有四三六还有机会。没有用，冲了没有用。但从他的单视角来看，他觉得赚个甲还活着。对，兄弟，你万一没有输出呢？像上轮灭神一样，一抽一个一，一抽一个一。那丢个三三。哇，这么多伤害，还用右手第一张去打。对，右手第一张给对面压力嘛。嗯，对的。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 Omega Zero 的这个海盗战也是轻松跑掉，也是不出意外啊。因为这个海龙战的话，确实本身就是要比海盗战要慢一点，然后的话，这个海龙战应该还要更慢一点。对，对，他其实两回合抽了那张那个雪帆比较重要。嗯嗯，是。那这样的话，现在 Omega Zero 是一个二比一的领先，最后还剩下一个青玉萨。青玉萨它是一个，但之前我们比赛里好像青玉萨被关的次数还蛮多的。是的，因为也是比较慢一点嘛。我慢倒是不慢，就是容易鬼抽一类的。嗯。火蛇留着有用吗？就是一费上海盗拉出来个冲锋，然后配合火蛇是吗？对。因为你对面是一个牧师的情况下，火蛇还是蛮关键的吧，对面一个龙木。嗯，可以换一点东西，下面如果再来一个二三龙就糊了。嗯，再考虑两个龙，两个场所都留吗？不是不可以，就是留一个龙种。对，这样的话我如果再来一条龙就是一二四四嘛，感觉上还可以。然后五费再来个偷牌是吧？然后被四七七给单刷了。灭呀，对吗？我还有灭呢。选择全流了。因为他的，我觉得他的手牌全流没什么问题，只要说两三回合抽个龙就没问题了。哦，其实就三回合之内抽个龙。对啊，三回合之内抽个龙。就丢，
有人受伤了。你两倍的话，如果上二三四是吃不掉，这儿只怕火蛇。对啊，这里火蛇可以吃掉了。两个四四。下午会打熔岩爆裂，不好。那下午会怎么办呢？转个图腾。来灭。哇，灭也。而且这边的话是那什么了，这边。哎，我觉得可以打熔岩爆裂啊。你不然的话你要。太难抽，冲！我这个、哦、这个可以啊，这个抽这个抽的好，这个这应该是这回合抽到的最好的。是的，没有一张牌比这个牌好。对，那就硬币四三六了。他有没有可能再上一个二二四？那不是被四一白换了？嗯，换了就换了呗。别别别，还是这个三六的话可以换两个。对，然后你出一个，再抽个火蛇四七七，我灭掉。对。还不错，主要四七七是吃不掉的。哎，青玉之爪，这个还不错。要不打青玉之爪吧？对啊，你这回提起来转个图腾，下回的话是五费过载一，再上四七七，然后六费过载二，再上四七七，两四七七，刷死你。哎，这两张抽的非常好。下方需要一个痛，把这个火的痛。下方其实需要个饥饿之咒。这边还得上四三六，还上四三六，永动龙来了，嗯，然后一个四七七把你白换了，主要是第一个四七七还好可以灭，嗯，第二个就有点尴尬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下四七七的，火蛇就稍微有点缓。火蛇的话，不过他是知道星辰是不带那什么的，不带五费的饥饿之咒这种东西的。五费的话，只有黑衣服侍者，能打伤害。灭如果说来一个，灭就上个二那什么嘛，二四，嗯，对吧？二四从场面来看的话，是可以换掉你一把刀和一个三一的攻击频率的。还需要一个灭，一共有两个灭，再来一个灭还有机会。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墙呀，墙好像没了，四个墙都用掉了，四个墙全出光了吧。是，那就来喷火龙呗。他可以找那什么呀，龙人侦测者去找狼魂呀，对吧？对，我其实你先来个喷火龙，然后来个龙吸药水，是不是可以？那你直接来龙吸药水不就好了？龙吸药水解不掉四七七啊。我们先需要一个灭、啊、那就那对，一定要有一个 灭，不然这个四七七要踢好几脚就差不多了。这边没什么可考虑的，我觉得你肯定是上二二四会好一点、嗯、但是有个好，你在嘲笑我，而且你这个二二四的话，你就算配合同区的话也只是一个三四而已，又不是说能加血量。他是在许愿，许愿我想要一个灭、嗯，你这样就算被灭了，我就痛其实还可以吧，那就三加一加痛，对，至少可以痛掉一个火蛇。这个痛如果早几个回合来其实好很多，对，这个火蛇也是占了好几个回合。因为 你早痛掉火蛇的话，你可以少吃那个，就可以那个四三六就不是对方不是那么轻松就解掉了。是的，对，打十六，这边如果火蛇加起来是打多少？打十六，十六，十六剩两血，对。哎，狼魂火蛇算了，他要考虑的是下回合对方如果上那什么怎么办，上龙息的话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龙息，可以那什么，对吧？他四个墙全出光，只有龙息，那么你狼魂去挡住他的攻击频率，你龙息他是没有办法、哦、能打的，那个是个龙，对，那是个龙、嗯、打到二他龙息也没用。哎，他是不是还有个海盗呀？海盗没出过吧？他是不是海盗没出过？海盗、哦、但是海盗 buff 不起来呀。对，要不拉出来吧，拉出来吧，没出过。这应该是怎么拉都是在最右边的。是的，就只怕一手龙息。没有没有，结束了。这个游戏就是真的是活不到十费啊。对，就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他前期还比较顺，一费有东西，两费有墙、嗯、对，然后硬币两个四三六，两四三六其实就是一个火蛇嘛，就是一个火蛛和一个三二一冲锋，嗯，还有那个太关键了，还有那个青玉之、那
青玉之爪好像是吧？对，其实最关键的是三费那个冲锋。对，那个三费冲锋，那回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是比他好的。对，是的，而且这两个四七七也是非常的厉害。对，第一个先骗个灭，而且两个四七是不卡节奏，都一起拍上来了，对，就是顺着拍下来就比较舒服了。是的，四个墙都用完以后，也是没有再能够苟下去的能力了。对。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 Omega Zero 是一个3-1的比分战胜了我们的星辰，我们也是非常恭喜一下他。接下去的话，我们也是会有一个灭神和 CL 黄的一场比赛，我们也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